我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没有办法时常更新拼多中的影片，但是很高兴大家能够持续的支持与喜爱。然后我虽然没有时间更新影片，但是我也会播空，回复大家在拼多中的留言。我看到你们留言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我也会尽快找时间回到频道与大家碰面，继续更新影片。然后当然也可能会找时间找机会露个脸，但是我怕大家会只喜欢我的脸。好，不管如何，我仍然会安排，也许在1000订阅或者是10000订阅，不管是多少订阅，别忘了我们有一个10000订阅的目标要一起达成。那也希望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能够一切平安顺利，这是我最想跟大家说的话。那未来有机会呢，也会透过我的声音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事情、自己的心情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我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